到那边，快！有名的沙家混变是吗？一个时辰的猴就过来了，开了眼，今儿可开了眼。看看，不动了，不动了。这。
这碗药喝了吧。你这两天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别憋着自己，快来喝了。嫂子，喝吧。嫂，你的手镯呢？你镯子呢？你先把这碗药喝了，我去叫你沙高哥去。爹，还没吃呢。回了。爹，全接上了。接上。好不容易才把钱凑齐，光住院费就1000多，这一屁股的债。能接上就好，可别把药断了。哎，来吃饭了。哎，振平呢？我给他单做。他这一条腿受了伤，往后这是咋办呢？爹，这灌猴祖上有规矩，管吃管喝管工钱，伤了不管，死了埋。振平这事儿，爹你啥？你还真打算不管呢？我说我不管了吗？那你刚才啥意思？你哎呀，我别说这些了，先把病治好再说。爹，我听你。振平也怪可怜的，他爹妈死得早，现在一个人又没个人照顾。别去，我大早出去干嘛去了？我借这么多钱容易啊？他爹借就借了啊，他这次是为咱家光侯受的伤啊。再说他是咱好说歹说请来的，现在腿摔坏了，咱不能。行了，我这不比你清楚？你知道咱们这次欠了多少钱？2000多块呢，你知道吗？叫我说呀，叫我说，把那些关来的猴卖了得了，少说一只值好几百呢。我看他是疯了，把猴给卖了，那财路不就断了？不耍猴，咱们欠的那些债，哎，啥时候能还清呢？爹，你都因为你，你看谁家女人到山上去看光猴啊？一气太重，这下赢了吧？谁像你呀、出了事就怨自己女人。那好，给我弄个瘸子回来。人家帮你弄个瘸子，谁让你去的？你去干嘛去？那就去。别开瓶子吧。婷，真睡了。你说你干吧，这下惹祸了吧？跟你说你不听。有完没完？没完。孩子那么大，还修什么鸳鸯戏水？我愿意。吃饱了撑，不用你管。哎，给我穿上看看啊。瞧那脸，猴屁股似的。你行了，别秀了，睡吧。哎，哎呀，别闹了，对，孩子醒了。
什么声音？我去看看。哎，金经理，猴的动静不对。嗯。金经娘，金经娘怎么了？不知道呢。振平，振平，振平，开门啊！振平，振平，不知道。振平，振平，开开门。振平，振。振平，振平。啊！哎，振平，你怎么能这样呢？振平，快把他弄下来！振平，你。我当你是个胳膊上能走马、肚里能撑船的汉子呢，弄了半天连个猴都不如，猴还知道惜命呢。都成这样，活着还有啥劲？反正啊，救得了一次，救不了二回。你要真不想要命了呢，那下次我帮你拴绳拿凳，用不着你三更半夜的吓唬人。我是怕拖累你们。啥叫拖累呀？那是我家关猴拖累了你。不管咋说，往后咱就是一家人，我们去哪儿你去哪儿，背着扛着的我认了。都成这样还能干啥呢？啥也干不了。亏你还是个耍猴的好手，断了条腿就不能帮着穿穿细衣干点杂活？来，趁热。我是怕添麻烦。麻烦什么呀？那不就是添双筷子加碗水的事吗？坐那儿，哥这是干啥呀？哎呀，你别问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哎，坐好，慢点啊。哎，不好了。哎，兄弟，哥今天给你表演几个新节目啊。那猴都行吗？看着吧。好，现在表演开始了啊。跪下，好好磕头。哎，对，哎，开火了，射击，射击。哎，怎么样啊？步步前进，这是啊。哎，走，怎么样啊？哎，来，来，拿着，拿着，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哎呦，对，举起世界纪录啊！这。红糖给点。咋？你身子不舒服啊？不是，是黑小身上来那个了。哟，那别让他再练了，你等着我给你取啊。我给他喂点红糖水，暖暖身子。哎呀，他也够遭罪的。拿去吧。哎，我走了，嫂子。
大叔，都搅拌少了，放他们下来吧。让他们再练会儿，不练好战功，怎么在这市场混呢？站好，听见？看我这缺胳膊少腿的，还不如猴全了。这张人皮难皮呀、啊，就是猴活得也不易呀、啊。这不，为了混口食，还不照样得受罪，一个样。急了要出事儿，别握了，爹，没事儿，藏在这儿啊，这儿。哎，还不能这样，过来，都来。哎哎，这怎么样？没事吧？没事，老爹，你先到外面歇会儿。真会想啊，行吗？没问题，咱这活儿肯定挣钱。哎，那可就苦了你了，都一家人了，还说这干啥？振明，以后你累了，哥推你出去转转啊。哎，哥，你让我下来吧，挺别扭的。这车不错吧？啊，挺好的。听你俩路上这样抱着行吗？不能行。慢一点啊。爹啊，这次咱们出去可要赚大钱了啊。振明，快走，低头啊。
老爷们们，大爷大婶们，哎，小朋友们，我们初来贵地啊，我们沙高耍猴剧团啊，一共来了六只猴啊，我们这六只猴都进口的，哎，是美国来的。这个猴呢叫麦克，哎，给大家翻个美国跟头，快点给翻，哎，再翻一个，哎，再翻一个法国跟头，翻翻翻，哎，翻得好，哎，接下来我们表演啊，走汉船，一边走，哎，猴走，转一个。爷们儿，哎，我们沙高剧团啊，初来贵地啊，在家靠朋友。哎哎哎，不要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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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来来来，哎，来来来，哎，给老少爷们来点新鲜玩意儿。哎，来个梨宴醉卖水。好嘞，哎，单口扭起来，扭起来，哎，精神点儿。哎，不行，咱上这块儿打仗。好嘞，啊，哎，换个肩膀。你看有把握吗？哎，转一圈，照热闹来就行。哎，转一圈，好嘞，上个好，扭起来，哎，精神点儿，哎，老少爷们捧场，哎，给我，啊，给大家来个新节目。哎，去了上场换下场。我们沙家剧团为大家表演最精彩的啊，三代祖传绝活啊，阵后打战。哎，我们沙家剧团是三代祖传绝活啊，这是最刺激、最激烈的啊，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机会啊！都来看看，都来看看啊！今天我们沙家剧团是豁出血本了啊！看着，猴子们个个是摩拳擦掌啊，做好战斗准备了。
着点啊。没事。哎，孩子，真让你受委屈了。振明，你今天真是大功臣啊！那是的，爹。来，来，爹，今天咱们好好吃一顿啊！哎，能吃饱就行了。还有个菜，别急啊。你说这年头啊，就是和从前不一样了。哎，这真玩意儿没人看，竟爱看这人装猴瞎闹腾。爹，瞎说什么呀？你懂什么呀你？现在啊，老爹，这观众啊，就是喜欢刺激。咱们这一场就赚了60，不多算，一天打2场，啊，用不了1年，咱们债也还清了，小洋楼啊也建起来了。真的？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是不是兄弟？啊，来吃，多吃点啊，兄弟，多吃，大家一块吃。哎，你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啊！你吃，怎么？你怎么？哎，没有你，嫂子亲戚，嗯，别管，甭管了，甭管了，吃咱们吃咱们，端起来啊！来，兄弟，来，喝，喝喝啊！我喝的稳点呢。喝呀，兄弟，端起来。你今儿心态，嗯，喝着。这酒不错。别哭了，静静，来抱抱。别动，静静，坐下，坐下。静静娘，静静，来爸爸抱。哎呦，金金，爸爸抱抱抱啊！看看金金，妈妈快不要我们了，是不是啊？看爸爸买什么了，买什么了？哎哎，乖乖，像不像？像不像？这个都成你女人用的，知道吧？我不要。哎，下午我手重了，我不是人还不行吗？啊？你就不是人。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吗？扎了，我真扎了。你少耍怪。我问你，你到了时间为什么不停骨啊？还那么作践他。我哪作践他了？你没看他说挣点钱的吗？他没了腿心里难受，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心呢，叫狗吃了。那我为了谁啊？还不为了你，为了这家，为了振平。600我也不稀罕，瞧你干那事儿。不，我说你这怎么了？哎，行，我听你的还不行吗？这个真是世道变了，娶个老婆请尊神，你是我祖宗还不行啊？来，上，来，上上。振平。振平，把你身上的脏衣服脱下来换了。等会儿我自个儿洗。叫你换你就换呗。那你给我，我等会儿换。嗨，不就是光脊梁吗？当你嫂子没见过。脱了。嫂子。看你摔那样，多光荣啊！中气出去，我给你开个方子。同志，要点什么药？我要点补身子的。补药，男用还是女用？男用。啊，对，那你试试这个。这药效果还挺好的。他是外伤。外伤？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个也不错。哎，不好，精神点，好，来，好。大家捧场，这酒真难呀，这酒也完了，这更好的呢啊。
大家都不要走，不要走。Hello， 哎，来欢迎啊！哟，像啥呀？哎，欢迎啊！哎，你漂亮。哎，那个，兄弟，别慌。你今天还有个人样。啊，哎，镇北开了家粮食加工厂，你真该去瞅瞅。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哎呀，我听着呢。我告诉你啊，就凭这几只猴，我要不发财啊，我他妈不姓沙。吹牛！吹牛！等着吧。再说一次，今天。比昨天差远了，哼！没眼那缺德玩意儿，你后悔了？行行行行行，别说了。有你这样老婆，我他妈一辈子也发不了财。你可少胡说！哎，你看这好看不？不好看，穿上才好看。坏。高兴的事儿，照这样下去啊，别说小二楼见不着，就连债都还不清。那个，小二楼，你还能想个啥呀？哎，我想着小二楼，还不想着你啊？这话说的真是，看那样没出息。说的不是心里话，沙狗哥，你说这节目火爆不火爆？嗯，越火爆就越有人看，对不对？那就得演，要么你们为我付的债啥时候才能还清？这仅仅的小二楼，你啥时候才能盖起来？振平啊，别想那么多了，那还不把人给愁死啊？我仔细想过了，从今往后，《人猴大战》算咱的保留节目，让他场场露彩，场场都演，你不要命了？嫂子，你别管，这是我自个的事儿。你不行，只要有我在，就别想演那缺德玩意儿。我正经也不能白吃饭，要不演，我走。不许胡说！只要有我老头在，我看谁敢给你半个白眼儿。兄弟。这活苦你受得了吗？什么苦不是人受的？行了行了，别叫好了，就给你们吃。沙哥哥，嗯，我琢磨着咱的人猴大战光凭锣鼓家是怕不成的，那你说咋办呢？要是能配上真打的声音，
你说是不好点？振平，要你嫂子说你脑筋灵呢。你小子可真行啊你！怎么意思？说说。把电视武打片那声咱录下来。用那。啊，振平，来吃饭吧。哎。就给我们吃这个，啊？吃啥？这是人吃的吗？爱吃不吃。嗯。振平，咱们走，到外头吃去。嗯。咱们啊，吃高级菜，喝加菲，吃带油水的。哎，你。吃的，金姐娘，金姐娘，孩子睡了。折腾一天了，也不容易。你看是不是？待会儿我把吃的给他们送去。别理那没心的。我知道，你不愿振平演那些玩意儿。他为咱家光侯成那样了，咱还这样折腾他，这还有点人味吗？看着他受委屈，我心里也不好受。可眼下，别说城里，就连这小县城，家家都有带彩的小电影看，谁还来看耍猴啊？不来点邪乎的，别说这上千块钱的债，就是这店钱饭钱，也都难打发呀。那要挣钱也不是这么个挣法儿，瞅瞅人家，谁像咱们这个家呀？我知道，这不是玩意儿，这是耍人呢。可除了这，咱又能怎么赚呢？啊？
要什么爸爸给你买啊。啊，同志，哎，文化馆馆长家在哪？在那边。哦，在那儿啊。第一家。哎，谢谢啊。哎，谢谢。大嫂，你要买编织机啊？我们这是新来的货。给你张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哎，好，谢谢啊。这编织机啊，可好掌握呢。我叫沙高。什么事儿啊？我想跟馆长谈谈进会馆演戏的事儿。什么戏啊？耍猴。耍猴？哎哎哎，开什么玩笑你？嗯，这台子你知道是干什么的？我给你开。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你那个，哎。谁让你进来的？出去，把门关上。让你那个猴上去，那不是胡闹吗？关门。哎。在那儿呢，是姚左总。哎，怪不得进戏干什么事吧。哎，好，谢谢啊。来，烧你一段。爹，走啊。就这儿啊？就这儿。来了。哎呦，哎，师傅，师傅。给你添麻烦了。没事没事，这是馆长交代的事儿吗？爹，来来来，这儿。把这儿收拾收拾，就搬进去住吧。哎哎，谢谢你啊，谢谢，给你添麻烦了啊，谢谢了。哎，咱们就住这儿啊？那住哪儿啊？住这就不错了。爹，你看看，挺宽敞的，连姓胡的地方都有。行吧，爹，有住的地方就行了。走，走，进去看看。喝个头。
老少爷们给咱一个窝窝头，好不好啊，姐姐？嗯、啊，好。哎，好，我们今天自己来，做个揖，磕个头，老少爷们吃个小糖豆，来来来，抱抱抱，爷爷抱。哎呦，哎呦。哎，君君啊，你跟爷爷说，长大了想干什么呀？当兵开飞机？哦，卖糖啊！哈哈哈哈哈！只要我们君君将来日子比爷爷好就行啊，可别像爷爷这辈子哦，穿的脏乎乎的，吃的也是冷一顿热一顿的，像个讨饭的花子。啊，还有咱们这些个猴，他们为什么就没好日子过啊？他们为什么就得一辈子让咱们用绳牵着，用鞭子抽着？他们能好受吗？爷爷就盼着我们金金呢，有好日子过哦。哎，金金啊。给爷爷说吃了几块糖啊啊啊！一盒。哦，有小偷了啊！来来，金金，给爷爷带小偷去去。哈哈！哎呦，金金可真聪明哦！来来来，来给爷爷把烟袋拿来。黑条。这一回可是人赃俱在，你往哪儿跑？哎，金娘啊，啥事？怎么着？叫你这么半天不出来，干嘛呢？这是怎么了？我换药呢，怎么了？哎，陪我出去买西装吧，便宜的，处理的，啊。现在，啊、走吧。哎，这先放着，回来再说。嗯，我说金娘，以后啊，到镇平的少去点。咋了？别人现在说起来，你知道吧？嗨，我人正不怕影子斜，你怕啥？我刚偷着提醒你。什么下意别闲着，昏了，就吃点得了。你这人呐，你不吃，也不叫人家吃。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越过越后悔。张婶儿，还没洗完呢。没呢。振平。振平。哟，嫂子，该吃饭了，回吧。哎，咋的？又该杀高我场了？没有。哎，昨天上街看见你给人家修拖拉机了。那有啥呀？那才是你该干的呢。咋了？志平，咋了？磕着疼的了？没事，嫂子。没事，嫂子，我搀着你走，走。行吗？行。
爹，睡吧，啊，别数了。嗯嗯。哎呀，都啥时候钱哪儿去了？金金娘，金金娘，金金娘，吵吵啥呀？跟着了火似的。哎，金娘，哎，我问你啊，你看见我的钱包没有？你跟命根子似的不离身，我咋知道？今早谁来过了？振平。振平。这咋的了？这到底咋回事，哥？咋的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又是怎么回事？偷人老婆，偷人钱。哥，你别胡说。什么？胡说？那么这些东西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啊？是你从他身上扒下来的？还是那不要脸的骚女人送给你的，啊！你别糟践嫂子。什么什么什么，嫂子？怕你们俩早就滚到一个被窝了吧？你配叫嫂子吗？你个畜生！你个王八蛋！你个混蛋！你俩！振平，你敢打我？啊！你胆越来越大了，你。啊！你给我滚！你干啥？你放手！你给我滚！我今天，我今天打死你！你打！我让你打！你什么脸？你今天，我把你这条腿也给折了！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去！你个王八蛋！你个畜生！你打王八蛋！你我让你打！这是我给你做的吧？这我砸了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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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砸了他。
了，不能用了吧？啊，这是我给你做的，这是我给你做的吧？我都拔了它，我都拆了它，我也不给你用。我砸了它，我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给你做的吧？啊，我死了。我都砸了，我都砸了他，我都砸了他。小狗子，你读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你住手！我都撕了他！你小心！我都撕了他！我你也打了？咋回事？你疯了？你们这个畜生！说我偷他钱，还说。这你弄清了吗？这怎么会在这儿呢？这是黑桥那畜生干的。黑桥？你瞎了？没看见上面的爪印子。丢人呢。金娘，这是怎么了？这是，啊，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你这怎么了？这是，我也没说你什么呀，啊，我怎么对不起你了，雪儿，啊，这干嘛呀？这是，走，咱们回家。我不跟你回去，我就不。你干嘛不跟我回去啊？看你那样，人家振平拖着条伤腿为了啥？啊？还不是为给咱家还债吗？你倒好，屎盆子尿盆子都往人身上扣，你还有个当哥的样没有？振平，你就这样振平？振平咋了？人振平比你有出息，你以为人家非跟你走不可呀？人非靠着你养着才怪呢，没有人家。行了，你还还债呢？不，我不跟你回去，我就不，我不跟你回去耍猴。耍猴怎么了？我家祖祖辈辈就这么过来的，耍猴怎么了？你还有脸说得出来？祖祖辈辈咋了？啊，祖祖辈辈都烧成灰了，你咋不跟着去死呢？你骂我祖宗！好，把孩子给我，给我，我不给我，你放开，你给我，给不给你？给我，给我，别吓我，给我，给我，放开，给我，给我，金娘，金娘。我来救你，金娘，金娘，金娘，你放开，金娘，你放开，我对不起你。咱们回家吧，妈妈，我们回家吧。深，水不深。妈妈，金娘，咱们回家吧。不哭，金娘。振平的事儿，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金姨娘，我错了。
兄弟，兄弟，快吃点东西吧。振平，如果你想走，就痛痛快快打个一顿，出出气再走吧。好多了。嫂子，借的钱还没还上吧？咋了？这事儿不用你管。嫂子，别胡思乱想的。不管咋说，也不能让你再演。借的钱总得还呢，有你哥呢，还得上人头当真。好了，歇着吧。爷，我把这也收了。你说这晚上还演吗？今天下午这才来了十几个人，这晚上再演怕连灯油钱也收不回来。跟咱们总监也不是回事儿，这咱们亏大发了啊。实在不行啊，我替振平来演人猴大战。你？对，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杭叔，咱人猴大战不能就这么扔了，你说是不是爹？啊？哎，这全胳膊全腿的没人看，现实这人呢，净爱看怪玩意儿。哎，爹，振平不就少条腿吗？这有什么呀？你看，我把腿这么一跪，然后呢，用衣服这么一盖，不就看不出来了吗？是不是爹？爹，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女人家，你少管。爹，你说行吗？啊？行吗？孩子，哎，你真想当第二个振平啊？啊？啊？你呀、啊，你把振平当猴耍还没耍够，现在又耍自己，把自己当猴耍。要想活得像个人，首先就得自己不是人。嫂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知道自个儿该干什么。等着人猴大战，帮你和沙高哥还了债。你呀、啊，一天不让猴打，身上就痒痒，是不是？成天靠你这样挣钱，就算是富了，盖上小洋楼住上又有啥意思？嫂子，我该收拾猴去了。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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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假。接下来我们沙家剧团为大家表演大家盼望已久的最激烈最刺激最精彩的我们沙家剧团的三代保留的节目，那就是什么呢？人头大战。
这又是练的啥功呢？嗯？后面在向你认罪。你呀、啊。猴能知道个啥呀？行了，起来，起来，行了。上高，上高，看见振平了没有啊？咋了？啊？怎么了？张，出什么事了？他留个条子，走了。沙哥哥，我走了。嫂子被我摔伤了，我真想留下来做牛做马的报答她。可我明白嫂子这么做是为啥。她是希望我活得像个真正的人。我走了，就让我从现在开始吧。老伯为我操了不少的心，还望他老人家多多保重。仅仅年龄还小，到岁数一定要让他上学，别让他记着有过我这么个叔叔。保重。猴都跑了吗？我放了。放我的猴！娘们儿，我打死你！我让你放猴，我让你放猴，我让你放，我让你放。